我去那边看得到的位置，全部都免费。老板很好，螃蟹跟石斑鱼吃太不一样了。冰的，干炒的。很漂亮的。啊，这边。牛肉哎。虾子还没关。虾子，你要这边现在烤食材，你要烤虾。最后再烤。还没啊，这。哎呦。筷子啊，拿了。这样。嗯，大家尝一下，画过来，画过来。漂亮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我把木头弄了，我把，因为火都集中在中心。下面点水，装水炸比较快。我下面的，下面的烤不到。我让他烤给妈妈吃哦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爷爷。那你要烤给妈妈吃哦。烤迷了，那个就上面，那就不快了。有没有空的烤肉盘子给我？行吗？可以哈。哎，好好好，记得记得记得的。就是两个这样烤。要辣的。啊，妈妈吃的，酸酸辣辣的。要变成这样。就是孩子来用炒的。集中在上面了。我刚刚在搞，我要敲枪给你把它搬出去。哎，我去车上拿自来桶。你要拿钥匙拿去，我没办法一直开关。我把车放那边了。不要往上丢啊！没有，说这是谁一直往，一直丢剩的下来。我老公清个位置出来了。这个可以的。牛肉，别的啊，好了，牛肉要焦掉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好了，牛肉不要再那个，不分分开。别掉啊，真的。哎呀，那牛肉分开也可以。哎，哪里有水啊？很远吗？很远。是我们烤也可以那边烤，那个是我们刚刚钓的，刚刚钓的，哦，好。那你那边的？阿先不跟你讲吗？这个我讲，跟我讲吗？好像有。那要一直翻，那个拿起来翻的两面黑。这个要串一下。对，这个真的很棒，串一下，不要这样，快不了。阿妈，你剪刀在，你也在用。没了，没有布。没有，就这样。先粘，然后吃那片叶，超正。啊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那个节目快啊。等一下，你就把蛤蜊刮分，不要给那个阿姨。干嘛？不是，等一下他送他自己去挖。去，然后去旁边海边睡哦。他说晚上我不陪你睡了，跟我女儿睡。去。拜拜。他要叫我开门，不要理他，放我有。没有，叫他明天自己回去。放老鼠有了，哎，我朋友顺便带你回去。不要穿，你走。阿成，这个你可以打，你很转，你不会痛，真的。这些吃饱了，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，谢谢。一定要留给你吃。你们吃，谢谢。他们整个做给你的哦。谢谢哥哥，谢谢，你们吃。
不吃晚上就知道了。旁边是他，然后把你两个都关在厕所、哦。